阿勤，将啲吊船配件吊埋落嚟啊！吓、啊，吊落嚟？冇吊机喎、啊，就用呢条绳吊落嚟啊嘛！讲得嚟都吊完啦，阿勤，落得，快啲快啲，好重喎、啊，落快啲，啊太重啦！超哥，超哥你唔好喊啊！超哥，咁简单嘅工作都会出意外嘅，搞咩啊你哋？其实个意外都发生得好突然噶。当时我喺天台拎住条流尾绳，但系要掉落去嘅威也太重。根本冇办法拉得住，咁就跌咗落去啦。同埋地面好拗撬，成地都系威亚同埋流尾绳，乱七八糟，咁咪搞到条绳缠住佢只脚咯。我负责吊啲威亚落去，但又冇啱使嘅架撑帮手，仲冇 walkie 添，冇人讲俾我哋听拆卸吊船嘅正确程序，冇人教，冇指示，资料又唔够，所以咪出事咯。咁你之前做咗啲乜嘢安全措施啊？冇啊。其实施工之前啊，一定要制定一套安全工作系统噶，进行风险评估同埋订立安全工作程序，要由合资格人士监督，提供适当嘅通讯设备、足够训练、充足资料同清晰指导。吊重嘢可以用 winch 或者其他适当嘅架撑，记住保持地面企理，缆索同电缆要翘好，防止棘到，仲要将可能发生物件下堕或有缠绕风险嘅地方围封。